台大在台南地区默默的耕耘，也终于尝到成果甜美果实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给老兵大家一个最深的掌声吧！郑俊雄，郑大哥个性相当的刚毅木讷，但是谈到Intel化学后，整个人都活了起来，认同Intel化学商业模式，作业相当的积极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达成，红旗掌声。我们都叫他阿
谢谢。